要讲中文的，然后我妈把我刚学到韩文翻译成英文，然后英语也不是很好。坐在失眠时候才有的群众。我去，这是。是你摸的哟，八十二年。今天是开学第三天，然后昨天呢真的超级累的，因为真的太久没早起了，上课到一点钟就超困，大家都立刻回去睡觉，然后回家睡觉之后就睡到晚上六点，就整个作息大乱。然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在这边一个人，然后没有猫，没有男朋友，我的工作效率真的是翻三倍跳。我刚刚就在这边一剪，从两点剪到现在七点多。今天下课之后我会跟我朋友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我要用那个外国人登录证的东西。你来韩国如果是要定居半年以上的话，一定要申办的，因为类似外国人在韩国的身份证的东西。那因为刚刚工作完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干脆起来化妆，坐在失眠时候才有的群妆。我今天一整天呢，从凌晨两点工作一直剪片，刚刚讲电话讲到早上七点多，然后化个妆去学校，八点多一点下课之后跟同学去吃炸鸡，吃完炸鸡我就办那个外国人的路证，因为蛮远的，然后又需要点时间，已经是晚上要七点，我现在呢就整整24个小时多没睡了，超级累。我去办那个外国人登录证呢，是因为如果你是要在韩国待90天以上，你必须要办一个有点像身份证的东西，然后那个身份证的东西呢非常麻烦，就是你要先在台湾申请签证，然后我就申请了第一次的语言签，然后呢你还要去网络上预约，而且预约那个也蛮麻烦的，你要找你的居住地的管辖局是什么，你要跟一堆人抢时间，因为一个时间只有5个人可以去办。反正呢如果你在申请那个登录证的时候你出境的话是直接会被取消的，网络上还有一派说法说你没有办法出境，这个我真的吓死，如果我不能出境我就会直接在韩国崩溃大哭，因为你也知道我超久没叫安，我一直在没叫安，我就快疯掉了。然后的日本机票、饭店什么都买了，后来中了机啪啪餐厅的签，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因为这个签证然后不能去日本。我开学前一天的时候，这礼拜一我去报名了健身房教练课时长跟2个月的健身房，我想说下课就可以去运个动这样。来韩国还是想要减肥的，这很好吃耶，这才45块，我这是在那个 CU 买的，真的超好吃耶。跟大家稍微改一下工作的东西呢，我就赶快洗澡睡觉，我想直接睡到隔天早上去上学。那今天就先这样，今天呢是礼拜二，然后更新一下这几天新的一个礼拜的状况。我之前有说我念西江语学堂嘛，可能台湾同学刚好都有看我的影片，真的很常遇到，然后也很开心，就是你们看我的影片这样子。我昨天礼拜一我真的是发疯，就是我早上8点出门，9点上课，上到1点，我1点完就跑去上健身房私人教练的重训课，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那么疯的去跑去报名。然后我上一个 vlog 说我要买一个脚架跟灯具在这边，因为大家有发现我这样晚上拍现在的光很暗，所以我真的很需要一个灯具。然后呢我上礼拜五下课的时候呢他就刚好来了，之后如果出去要拍摄也蛮方便的，看来这样子啊，太好，我终于有脚架了，不然我现在其实有一个很诡异的角度在拍，你们不觉得有点诡异吗？脚架先放旁边，我非常需要这个，真的很不便宜，我也是下定决心才买的，但是它打的光感觉真的很漂亮，就很柔。我这个是在那个韩国的一个叫龙山的地方买的啊，是不是亮很多？我终于弄完了，但是这个线，我在想我要怎么解决这个线，我自己觉得还蛮漂亮的，但是我可能还要再稍微整理一下这个杂乱的地方，让我整理一下。然后啊，最近韩国开始下大雪，我就在第一天出门的时候吧，我就立刻大滑倒，而且我滑倒是直接瞬间大滑倒，然后隔壁的韩国人还被我吓一跳，然后我的手是直接这样子熬下去，然后就 OK 了。重点是摔那一跤之后呢，我的手机壳也裂了，就是直接被我摔裂。就在这时候呢，收到 Castify 寄到韩国给我的手机壳。那我自己本身之前就是 Castify 的使用者，我就说为什么我最近换回原本的手机壳导致碎掉，是因为韩国人流行小卡嘛。然后我这里去印了一张那个吉卡哇的小卡，上面有我跟安安的照片，觉得大家用一个小卡手机壳，就随便在韩国的手机店买一个大概台币50块或99块那种廉价手机壳，因为我就是想放那个小卡，然后它真的是毫无保护能力，所以。
手机壳真的还是很重要。我本身就很喜欢 Castify， 然后我之前去香港的时候有特地去 Castify 的门市买那个他们超级可爱的手机吊绳，就是他们家的手机壳、手机吊绳、耳机壳什么的，我几乎都有。因为他们家出的所有产品呢，真的都超好看又超耐用的。现在呢，也即将迎来农历春节啦，除旧布新的好时间呢，就是要帮手机购入新衣服啦。这次来跟大家分享二合一充电座跟 MagSafe 兼容强悍防摔力架手机壳。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最近真的是成为我的最爱，然后我的同学都超喜欢这个手机壳。为什么它成为我的最爱呢？因为它像金环呢，现在做了立架设计，超级方便的。有时候在外面修拍 vlog 的时候，都可以用到这个支架。那我刚刚不是有说过，韩国下大雪真的是超容易手滑的嘛？我这种摔裂手机之后，换了 Castify 之后，怎么摔都是就是完好如初。它的边框一下都是真的是用过，觉得非常非常稳、很安全的一款手机壳。像我现在开始学韩文之后啊，我就很常需要用手机看老师传的那个韩文作业啊，或者 PDF， 我就是可以这样立着看。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去咖啡厅跟同学一起写作业，那外面的话我就不会带这个充电座嘛，我就直接用手机这样子把它打开，然后放在桌上。然后我所有朋友就是直接这样的看着复习功课，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管是日常追剧啊，或是工作学习的时候，都超级超级方便。真的很喜欢这个升级过的立架设计，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出的新品二合一充电座。它光外形呢就非常非常有质感，你放在桌上真的就是超级好看，可以让你的手机还有 AirPods 同时充电。因为我每天现在是上学加工作嘛，就真的是手机耳机重度使用。但是我的那个线呢，其实只有一条，所以我每次都要手机充完，耳机充，耳机充完手机充，有时候我就忘记充耳机。你们懂那种出门然后耳机没电的感觉有多困扰吗？对，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买两条线，我就觉得线很多有点烦，所以我就只有一条线，那边拔来拔去插来插去这样。有了这个充电座完全解决了困扰，而且它长得超级可爱的。它跟手机壳一样的印花选择非常非常多种，你们一定可以挑到自己最喜欢的二合一充电器，自由的转它任何角度都可以，所以真的是超级方便，追剧啊还是什么的，放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看你要的影片啊，你的手机什么的，然后边看还可以边充电，真的超方便。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啦，对 Castify 手机壳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连接到官网逛逛。千款印花设计呢，跟客制化印字都可以挑选哦。有它，有它，你好，你是名模哟，八十二年。可以逛街的品牌，你没有这件很可爱吗？好可爱，而且他们就是有在打折。哦，这边好漂亮！给大家看我今天做的新指甲，是一个在韩国做指甲，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蛮喜欢这种简单的感觉，因为就是一个圣诞绿配色。刚刚店员态度超差的，他直接跟我说他不知道英文，然后叫我自己找。Introduce yourself. Hello, I am Tommy. I am from Hungary. Hungary. I love singing, but I can't. But it's fine because I love it. Hello. Hi. Breathing in, 오픈하면서 in. 오, 그렇지. 다시. 그렇죠. 넷, 후. 다섯. 오, 좋아요. 다시 여섯. 그렇죠. 아니. 핸즈가 아니라 엘보에 포커스 맞추고, 다운. 그렇지. 다시. 후. 자, 세 개 더. 하나. 그렇지. 다시.
那都运动完回家了，我要来煎这个台湾风味葱抓饼。新村有个葱国超市，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哈？有什么不一样？葱抓饼跟葱油饼哦，一个用抓的，一个不是用抓的。哦，哈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台湾风味，但是就买了这个片，大概是15块吧。生抽不就酱油吗？生抽是酱油，但老抽不是啊。老抽什么？老抽是一个没有味道调色用的酱油。嗯，中国都用这两种。生抽是有味道，但是没有味道还叫调味料。对啊，它就是拿来染那个蓝色用的，让食物看起来比较黑，比较好吃。哦，好妙哦。我觉得你醒了大概500次 PT 了。虽然很荒谬，但是我今天套了2件裤子才出门。我不穿成这样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外面过生活。现在刚考完试，要去吃盐南洞的章鱼拌面，我收集了很久。今天晚上最低温大概是-20度，这个都一直都会是热的，很舒服。天哪！看一下，看起来好好吃哦。天哪！那 because he's in 체육관 체육관에서 태권도를 배워요. It's a dark time. You should change if the world is the 聚尾。We have to change something else.Not that.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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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Not